大家好，我是汪苏泷。大家好，我是宋祖儿。大家好，我是单依纯。今年的春晚，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故事感，然后我觉得会有很多人会在这首歌里面回忆起自己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这首歌跟过去的自己释怀。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可能往年都是在家看春晚，然后今年我觉得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唱歌给大家听，自己觉得非常的荣幸。因为去年也在，然后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紧张了，但是还是很热闹，然后感觉就是每一年的一个新的开始，都是在春晚。今年就是表演了一个应该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一种新的节目，然后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觉得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期待可以和大家一起过春节。2023要到了，希望大家可以新年快乐，然后在兔年里都可以兴大运，然后每天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在这里祝大家兔年吉祥，然后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希望大家新年新气象，兔年吉祥，万事如意，然后身体健康。